都怪你。耶，培培他的特色就是美女。可以坐着吗？骚浪贱贱贱贱贱贱贱。我记得我跟隋唐第一场戏吃那个兔肉。刚刚，喂我。啊，把我们给惊到。怎么了？哭什么呀？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厉害，行家。他的撒娇是非常善用自己女性特质的，他会很奶啊，讲话会用叠字。哥哥，我要吃香肠。讲话就要跺脚，会让许多女生很想要掐死他。你看就知道是个绿茶婊。他跟我见第一次面就把我给睡了，一定是人家在你旁边睡得太舒服。那她就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女人。小慧姐姐，你好棒！那个小浪贱啊，分明就是看了我的微博来破坏。我得去趟台中。如果你觉得很命苦都没人爱的话，千万要看《撒娇女人最好命》，就可以变好命哦。